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看完生一集第五集，我是李 Ocknew。 那今天的节目跟第四集是有一些关联性的。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盘棋。黑棋现在越来越流行啊，是大飞挂白棋的小目啊。那白棋小尖是最稳妥的下法。黑棋拆回，白棋这个地方的开拆很大啊。以后如果被黑棋从这里逼住的话，这块棋如果局部要靠将子来出头，那这子很没有效率啊。那实战呢，白棋并没有立刻在这里走啊。实战白棋走了一个手无忧角。那根据传统布局理论，无忧角是最大的，而且这手棋间接呢也支援了这一条边，所以白棋的想法，很有想法，这个棋手很有想法。那黑棋自己在右边布一个中国流，也完全没有不满，这是常对中国流的一种挂角方法。如果白棋直接挂进来的话，那很明显将会被黑棋收根，并且攻击。实战呢，白棋选择从这里挂也是一个不错的。那这个高挂跟低挂呢，它有一个差别。如果这两个子在低的位置啊，以后上面黑棋这个是绝好点，扩张自己模样非常的爽。那如果白棋在高的地方啊，以后这里就有一个打入，这个打入下面可以飞下来夺根，好，上面可以跳出。而且就算是以后白棋呢在这边再补了一手，好，我随便假设啦，补一手，这里就算是没棋了，观子的时候黑棋这个飞入其实也很大。好，所以围棋它就跟我们日常生活一样啊，有一好必有一坏。你想要阻止黑棋有一个好形，好，那你的下面的空啊，还有自己的弱点也会同时增多。但是因为这一盘呢，黑棋的正势啊，感觉是在这个地方，所以白棋看清下面这个实控啊，也要把头抬得高一点，这也是正确的下法。接下来，黑棋奔头，好，白棋从这个地方逼住。黑棋这两手棋走得非常保守啊，就是我不让你围出大空就好了。如果是比较积极一点的棋手呢，这里可能就会直接选择这个挂过来啊，好，等等。那我们来看，从实战中可以看出来，黑白双方下得很平稳，有点像是功夫棋的感觉。那接下来全盘最大的呢，就是这个地方了。白棋可以选择从这边挂，可以选择从这边挂。那实战白棋是挂在这里。我个人是觉得或许挂在这边会稍微好一点，但是这个影响其实不太大。那白棋黑棋呢，踢完跳，白棋拆个二，黑棋接下来把这个头扬起来啊，一边攻击白棋，那一边扩张这边的势力。那白棋也走得非常稳，就补了一手。接下来呢，黑棋继续扩张自己。那白棋，如果啊，就默认这一块都是黑棋的空，当然也不是不行，但是白棋就必须要在全局的其他地方走出更高效率的。那实战呢，白棋是在黑棋扩张的这一瞬间啊，把黑棋的空给破掉。那黑棋这里呢，有几种下法，比较委屈的就是这个挡住。那这样子呢，被白棋一扳，这个角上就被白棋给破坏掉了。那当然呢，在黑棋要抢一个先手的情况下，也是可以下比较委屈一点。那如果对于这方面的变化不是很了解的朋友啊，可以看我们初学者的晋级，好，那里面有就这个点三三之后所有的攻防呢，有讲得很仔细。那实战黑棋下一个最强硬的下力啊，意思就是说，我把你这两块棋分开，好，那分开我攻击取利。那白棋如果这子就死在里面了，那等于
平白无故被黑棋抢到一个大官子，自己还损了一手棋，这个白棋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白棋点，黑棋接，然后白棋爬，黑棋打，下的都非常的正确。黑棋冲一下，好之后连扳，然后白棋先叫吃一下，等到黑棋点一下接住，然后白棋可以回来这个补角，或者是也可以选择把这个棋子吃掉。那棋局到目前呢，双方的虽然第一场接触战呢在右上角展开，前面这都是花架子啊。其实我们在下棋的时候，往往啊一个局部的战役就决定了胜负。前面这些你说你布局学得好一点，这个是低的位置还是高的位置啊，这个是无有角呢还是 B 柱，或许在高手的眼里呢确实有差别，但是对于我们一般的棋迷朋友啊，其实这个差异不大，反而是像这种局部发生战斗的时候呢，你一个没有下好，不是你死龙就是对方死龙。那我想请问一下，刚才这几手棋黑白双方有谁下错？如果下错的话，那应该要怎么惩罚他？好，那我也是请大家先按一下暂停，仔细的想一下。那我要公布答案了。先下错的一方呢是白棋，白棋下错哪一子呢？他这一手打太随手了。90%的棋手啊，可能一被打了就接住嘛，这怎么可能被提一个花呢？先接住再说。那这样子就一击了啊，一击了。要惩罚这手棋的最好的下法，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个选点啊，因为很明显，你如果不能接，那你一定是从这两边选一边去打嘛啊。如果打在这里呢，白棋就接住，那黑棋就要吃，白棋就吃。黑棋虽然可以把脚上这一子吃掉啊，可是白棋呢就算是非常厚实的把这一子吃掉，这样子白棋呢获得的比黑棋脚上吃掉这一子来的大。那在黑棋人多打人少的情况下，最后被白棋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个是所不行的。那我们在下棋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这样想啊，如果你觉得这里局部呢棋形有点问题啊，棋形有问题，那你稍微细算一下，发现从这个地方叫吃白棋接住明显不行，那答案就呼之欲出了，答案就是从这个地方叫吃。这时候呢，白棋只能吃了，因为如果白棋这时候下在这里，这个子被提掉，等于这损了一手棋，这个白棋是不能的，所以白棋吃。黑棋呢从这边再叫吃，经过这两手棋，我们就赫然发现啊，刚才这边没有。那我重新摆一下好了，好，重新摆一下。这边是这样子的，因为刚才我不小心的多摆了一手棋啊，不小心这边多摆了一手棋。在这个情况下呢，黑棋呢是要从这个地方叫吃，然后白棋吃，黑棋呢再叫吃。由于现在呢，这两个黑棋跟这两个白棋属于对杀的情况，所以白棋不能够让黑棋把这两个棋筋提掉，所以白棋只能够接住，接住黑棋就回来把这子吃掉。那没有错，这子虽然啊被白棋提掉了然后这手棋也变成废棋了，可是我们来看一下，黑棋这几手棋把白棋的根据地夺走之后，白棋只好往外面逃。可是当白棋往外面逃的时候，一看这个地方当初跳出来的黑子啊，闪闪发亮，在等着你。这地方跳出来的头也闪闪发亮，也在等着你。而局部的黑棋其实都已经是活棋了，那白棋就是平白无故制造出一个将会被攻的弱棋啊。那这个下法其实很厉害。那大家在实战中如果能下出来的话，白棋应该会感到非常的头痛。我们再往后看个几手棋好了，白棋接下来大概有以下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就回来把你吃掉，可是这其实是比较不好的。黑棋就简单一并，白棋局部其实没有活，白棋没有活，白棋还是要往外走。那白棋还是要往外走，这就是一个二路跟三路的交换。那
白棋就已经情势不妙了，还被人家在外面走了一手棋啊，这白棋应该还是不行。白棋接下来大概只能够很勉强的用这个碰的方式出头了，因为这已经很强了，你不太可能再从这一线出来。那黑棋就冷静的接住，白棋还是处于一个被攻的状态，然后这四个白棋可能等一下就要自然死了。那白棋另外一个比较好一点点的下法是，既然我在里面已经没有办法活了，我就直接往外面出头，好，出头的快一点。那黑棋就碰，白棋反，黑棋就退，还是形成一个左右这个白棋都会被攻击的情况。白棋如果再继续尖着逃出，那黑棋就在压，而攻白棋的同时啊，这个、左右的白棋都会受到巨大的损失。好，所以从这盘棋我们知道，看起来人家叫吃你一子啊，你应该是应该一秒都不用想啊，就把它接起来。其实呢，往往这种不经意的随手棋啊，就可能会酿下大祸。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盘棋。再来，我们来看下一盘。下一盘棋是两位三段小朋友的对局。那这，我觉得下围棋能够下到业余三段，其实已经蛮厉害的。至少，已经是在爱好者中算是肯花苦心下苦功。那如果想要再精进的话呢，我会觉得，可能就必须要自己多做死活题，因为我们这几盘棋呢，你会发现布局虽然老师也会做讲解啊，但是往往这个对手一个小失误，你看出来跟没看出来啊，就是天堂跟地狱的差别。好，那一样，我们先来看这一盘的布局。象小目，黑棋挂，白棋选择脱退定势。黑棋呢走非常潇洒的一手棋哦，这手往天上的大飞。这手棋一开始是武功阵术发明的，那它的用意就是，如果啊你来断的话，那黑棋交吃，再挡。白棋如果继续走这个没有意义啊，因为这个叫做被板三指头，被板三指头这个棋形就跟被板二指头一样是不好的，所以白棋应该是要吃回，那把黑棋把这个接住，这样借由牺牲这一指呢，把这个面全部都控制出来。那如果白棋想要分段啊，这里作战黑棋是绝对不怕的，因为白棋这三个棋子气很紧。对，直接断应该是中招的下法，但是实战呢，这个小朋友呢也没有下出比较正确的下法，他是选择在这边爬。这个爬当然实地是很大，可是我们发现布局阶段你就在二路跟人家三路的交换，这你绝对不会便宜的啊。第一个定势如果可以形成外势，这是最开心的。第二个定势形成外势大概是两分，第三个定势呢形成外势大概是稍微吃亏，我们大家可以简单的这个记一下。另外呢，这一次 AlphaGo 跟李世石的对局让世人看到了 AlphaGo 对于外势价值的判断啊，是觉得比人类棋手觉得更有价值的。好，所以 AlphaGo 常常会送你一些实地，但是他宁可啊要这个中央的潜力，那就让我们去深思一个问题啊。如果像现在围棋 TV 的很多的当家主播都承认 AlphaGo 至少是赢人类一先，那如果 AlphaGo 确实下的比人类好，那是不是我们对于外势跟实地的判断啊的优劣，其实要稍微做调整？那像这种在二路为地啊，这个为一目棋啊，这每走一个为一目棋，跟人家外面一排后势的交换，这绝对是白棋很吃亏的啊，白棋很吃亏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这就是战役爆发的地方了。我等一下会请问大家哪一手棋下的有问题。好，黑棋试着这个走外面啊，白棋挡黑棋连扳，
你看黑棋连扳，就是因为我这个地方已经厚了，所以我就不用走这个那么没有效率的退啊，连扳是成立的。那白棋叫吃，黑棋就接，白棋这个地方不能被打到，不然整个棋形都崩了啊。黑棋继续压啊，你看照本来的下法，黑棋这里可能就这个长一个，或甚至就爆吃掉就算了。可是由于这边有一排好朋友在帮忙啊，可以更强硬的贴住白棋的气，白棋反二指头，黑棋就咔嚓一段。但是白棋这里也没有回头的可能啊，因为如果你最后这个棋子死掉啊，然后被人家整排贴过来，那这个棋就不用下了。所以白棋这个分段作战也是势在必行。那以下呢，双方几乎就形成必然，白棋打啊，试图要吃掉黑棋。好，那老师的问题就是，请问你，眼看双方就要进行一个大攻杀了，然后当然可能中间有一些什么弃子啊什么等等，但是呢，谁是先下错的一方？好，请大家可以先按一下暂停，然后把刚才这几手棋呢想一下。那因为我们随着棋力的进步啊，老师给的提示就会越来越少。在第四集呢，老师会说刚才的四手棋有一手棋下错了。那现在呢，我只能跟你说啊，就是从刚才一连串这个局部呢，有一个人下出了致命的败招。然后请问那一手棋是哪一个？好，那我们就要来公布答案了。好，答案是哪一个呢？答案是白棋这手打。你说老师，白棋这手打不是就是要吃黑棋吗？那我不打黑棋，我不是吃不掉黑棋？那这个攻杀黑棋这个子不死，那不是白棋这两个就要必死一个吗？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白棋的正手啊。在这个时候呢，白棋的正确下法其实应该是自己走这个呆病啊。这个呆病应该很少人能够想得到啊。啊，当然对于棋形特别敏感或是这个定式呢，熟悉的棋友啊，应该是有学过。为什么这个呆病是很关键的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呆病完，那黑棋这个子不能再死了，藏出来。那白棋可能这里不能被跳下，所以你看白棋走得很委屈啊，这个呆病又要在一间跳，等于一直在重复的地方走棋。那黑棋尖出，然后白棋跳出。以下呢，双方会形成一个战斗，这个战斗很明显是白棋不利，但是白棋不利的原因其实就在这里嘛，啊，就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没有这几手棋，这个战斗白棋应该不会怕，啊，可是有了这几手棋，白棋战斗稍微不利，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前面就下的有问题。那实战呢？实战白棋，不知道是因为没看到还是不甘心呐，啊，就一路打下来。当你是黑棋呢，你如果下错，就你反而是中刀啦，哦，这感觉的一手好像是拖在这，可是拖这其实没啥用，人家一扳你这个棋子就死了，哦，这个在有些情况下是手筋，但是很可惜现在不是，哦，现在正确下法是什么呢？好，扑进去。当然很多人一定看到这里啊，就知道是我其实也有看到这个扑，哦，但是如果你稍微细算一下，你会发现扑完之后好像并没有太大的用处，哦，这看起来打一串都很爽，可是白棋还是三气。那接下来双方这里还是有一个攻杀，哦，所以之后才是这个战斗真正的开始啊。好比说如果你走这个，那白棋挡下，这很明显变化稍微复杂一点，哦，变化稍微复杂一点。那黑棋在这边最好的下法，也是我最推荐的，哦，是什么呢？就是，欸，要给大家时间想一想吗？还是不用？好，就是这个碰。好，这个一碰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三手棋啊，全部都取得了作用？好，因为白棋这时候从这边跑，你一叫吃就死了。好，白棋从这个地方你一叫吃就死了。好，所以白棋就也不能走这一教室就死，隐隐约约的就联络起来。那白棋呢，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要先在那边教室，好，要从这个地方杀出一条血路。好，教室那黑棋就不能死嘛，只好吃。
所以呢，你看到这手home是感觉的一手，可是后面的计算你还是要算一下。如果说人家这个一觉吃，好，你就这个没有办法就把它吃掉啊，那这很明显绝对不是一个很好的下法哦。这个，白棋就有逃脱的可能，好，白棋就有逃脱的可能。那我们来直接看一下。当白棋这时候叫吃的时候呢，黑棋呢最强硬也是需要计算的一手呢，是再叫吃。好，黑棋始终要以这几个白棋为目标，而不是说啊去吃贪图白棋好像送给你的这一手棋，一定要紧住这些白棋的气，因为黑棋自己的气也很紧。那白棋这是没办法啊，就吃掉，吃掉之后黑棋再叫吃。那以下我应该就不用白了，白棋切，黑棋再叫吃，白棋这个就全死。所以呢，一开始白棋的这个很强硬的打下，其实呢是自己是有破绽的。那这个定式大家也会下过，所以呢我也希望啊这个定式可以学起来啊，在前面的地方呢大家可以倒回去看一下啊，这个敌之要点就是我之要点啊，这个呆病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手棋。好，那我们看完这一集呢，除了讲布局啊、定式啊、死活啊，最重要其实老师是想要教棋形，因为棋形敏不敏感才有办法去探讨你之后会不会想到要去计算。如果你都对棋形没有感觉的，你要算也不知从何而算。所以呢，每次我问大家问题的时候，我希望是真的可以按一下暂停，好像就算是你知道哪一手有问题，可是你后面的变化你自己最好都要能够细算出来，或至少要能够看到这一手拖。好，那这样子我觉得才比较有意义。好，那不要说就是看了之后就好像看过自己就一定会啊，其实这真的是完全不一定的啊，完全不一定的。好，那我们再接下来看下一盘。那因为今天喉咙有点不舒服哦，应该是有一点感冒，所以讲话可能阴阳顿挫没有像以前这么多啊，好，那大家就体谅一下。那看完升一集，我应该会想办法至少再录个三四集吧，因为总是希望能够对于提升棋力的节目才是我们主要的。好，那其他什么时事的啦，或者是像然后就是李世石又下出什么僵尸流啊，我觉得这些其实大家看新闻就看得到，应该不太需要我们花太多时间讲解。好，来这一盘棋呢，这个是非常算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啊。它的重要是因为呢，我不能提示太多，但是跟之前的节目有一点关系，所以如果你这没有答对的话，可能就代表你之前看的有点忘记。好，那可能当然真的说忘记也没关系啦。好，那如果可以答对的话呢，我觉得你就非常应该会非常的得意。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也是一开始呢两位高手摆了一个定式。那接下来黑棋又走了一个三连形，这个下法武功正数很喜欢下哦，很有这种古风的感觉。白棋挂，黑棋夹，白棋呢在这边当然也可以选择进三三的，实战白棋是选择双挂，非常的积极。那双挂呢，其实最怕的就是黑棋的这一手，把自己的三三坚住，因为在周围都是黑棋的人马，只要你的根据地被夺，这两个棋子就可能会死一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实战，实战呢白棋照的定式下封。黑棋冲，白棋挡，黑棋断，白棋长，黑棋也长。好，其实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下过嘛，好，那应该是不管你是拿白还是拿黑，应该都有很惨痛的经验，所以我就帮大家回复一下。好，这白棋这几个子不能死，好，所以要跑。那黑棋顶住，这个也是棋形，然后白棋长，黑棋再挡住，那白棋现在就面临了这两块都不能死，
好，这两块都必须要处理。当然呢，白棋在面对这两块不能死的同时呢，黑棋这三个棋子也是要小心的啊。所以白棋处理两块，黑棋处理一块，但是白棋这个头至少出去比较容易出去，所以白棋呢优先处理这个也是很正常的。那接下来呢，白棋走这个飞，黑棋就只能挡，不然就被爬自己就死了。白棋急，黑棋在这边呢先冲一下，这也是可以的，我不能够透露太多，然后回来监护这个白棋板。黑棋挡，然后白棋这个接住，然后呢黑棋接在这里，接在这里。那好，这边先被打了一下，好打一下再接住，然后我觉得怎么那么诡异，少了一手棋。好，这地方打一下再接住。那打一下再接住，现在就轮到了黑棋。请问你刚才呢，这个所有双方的攻防啊，谁有问题？好，那有问题的要怎么去惩罚他？给大家一个提示好了啊。现在如果现在要杀白棋，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啊，所以这一块棋原则上算安定的。那这两边就是双方在对攻。那因为黑棋自己也没有活，白棋也没有活，所以焦点在这，大家可以试着想一想。好，想好了吗？好，那我要公布答案了。很多小朋友啊，第一感就是点，那点看起来确实很厉害，因为白棋不能反抗，只能接，然后呢黑棋在冲，但是呢白棋就冷静的把这个两个棋子啊收在口袋里面就好了，这样子白棋活了，黑棋就死掉了，所以这样的下法是不行的。其实呢，我们在下棋的时候啊，如果 对方没有什么选择，好比说你就是叫吃，人家一定得接，然后呢你这个让人家做一个刀舞，人家就只能够点你的中间，像这种人家都没有办法有其他下法啦，大部分的情况呢都不会是好棋。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么容易就可以把白棋杀死，那代表白棋前面呢，这个下错应该下错很多，对不对？就是下错错到就是你随便下他都会死，所以呢，这很明显不行啊。但是我们的思路，就说有时候你大家下棋，你明明知道不行，可是你还是会去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就其实呢，最后你发现，跟我一开始算的一样，我也知道我下进去这样会死，可是我就还是继续下，这就是下棋的一种惯性。那有可能是在读秒，因为时间的催促，你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下法，所以围棋确实是很难。在这里呢，我会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出来，是因为它跟我们上一次的节目教的呢有关系啊。那我不知道这样的提示大家还看不看得出来，如果这样的提示就看得出来，其实也很厉害，因为我们上一期节目也讲了好多。好，那你在不知道是指哪一个的情况下能看出来，对棋形应该很敏感。好，那我就公布答案了，正确答案就是去断。你说老师，这个去断不是送死吗？没错，可是上一期的节目我们有说过啊，你人家送一个二路的子给你吃，你永远就要去想一个事情，就是呢，它有没有可能形成大头鬼？好，那形成大头鬼，就当你周围的气很紧的时候，就会形成大头鬼。好比说，这三个棋子现在被紧的只剩两口气，这两个棋子其实也被紧了两口气，而且黑棋这边还有一个好朋友在等着，所以呢，人家一断下来啊，其实你应该要感觉到说，它不是一个很烂的棋，就是一个很好的棋。好，什么叫很烂？就是如果你一吃这个棋就被你吃掉了。比如说，它是什么扑一下啊，好，然后这个叫吃一下啊，如果就是这样被你吃掉了，其实这手棋就很烂。但是如果对方棋力跟你差不多，他下出明显的烂棋啊，那感觉
从逻辑上讲就不太可能，所以你永远就要去想它应该是有可能形成大头滚。如果当你有这个感觉呢，你会发现现在这里呢，你应该是不能够就是不能够硬来了，所以你教刺一下可以，然后人家立下去形成大头滚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认错了。然后怎么认错呢？就是把这三个词给人家吃了啊，这以下大概形成黑棋把你吃掉，那你要自己在这边苦活。没错，这个活的确实非常苦，可以活啊，可以活，因为我这个地方这个教刺是先手嘛，啊，这我就不提指了啊。教刺先手完了之后，这个地方由于有一冲，那你现在来点我不太可能啊，这个外面有断点，那你不断点我可以活，但是呢，白棋损失很惨重啊，脚都死了，只苦活这一点点。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说啊，你真的在下棋的时候，即使这么惨，你还是只能这样下啊，因为棋就是慢慢下嘛，外面还很宽阔。虽然你一开始上来下错一手棋，损失了15目，但是呢，可以从长就计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就是不甘心啊，像我刚才说的，明明都知道对方这里有招，可是呢，就是不甘心，就是觉得我如果这样子被你吃掉了，我好像很没面子，好像自己，一开始上来啊，就先输了一个气势，你硬是要去把人家吃掉，这时候呢，黑棋一扑，白棋不能吃这里，白棋不能吃这里，所以白棋怎么办？不能吃这里。那这个也这两子也不能等一下被提掉，所以就只好形成大头鬼。吃完之后，黑棋非常非常厉害的是可以再扑，而且他还是可以扑在这，你还是不能提啊。那接下来我就摆快一点了。你现在已经不能再回过头去后悔，因为你现在已经做不出啊，已经不可能做出两个眼了，所以这只好。就是一路走到底，虽然这是一条不归路啊，就走到这之后呢，其实景气白棋就已经不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景气就不行了。唉，奇怪，我干嘛好像很难过的样子？这又不是我下的啊，那对杀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看一下，确实最后双方最佳的走法。哎，走到这里看起来白棋好像有两气，可是由于白棋这两边都进不去，好，那这个白棋就死掉了。那我希望呢，大家可以先有大头鬼的感觉啦，因为这后面的计算确实是可能你没有入段不一定算得这么准，可是你先有大头鬼的感觉呢，我觉得这个棋感很重要啊。那我现在先预告哦，在我之后的节目呢，我也会不时的，就是偶尔呢，放一招大头鬼出来啊，那就是希望大家学过的要能够记得，因为大头鬼，你看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就有一个大头鬼跟一个类大头鬼，今天这个又是一个大头鬼，其实它不止在脚上，它在边上也都很有可能出现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好不好？先有这个棋感，至于计算嘛，就慢慢来了。其实呢，我跟大家讲啦，那真的围棋没有入段也没什么关系啊，因为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嘛。就是、会下棋又不是代表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好，如果你可以从围棋中呢体会一些人生的道理，或者让你在做其他事情更有逻辑，或是想得更精准。好，更能够判断出大小，我觉得这样子就够了。好，这样就够了。好，勉励的话讲完了，接下来我要出一题很难的。一样，我们先看前面的布局。这有没有人觉得为什么布局要先下脚啊？我记得我以前学棋的时候，其实有这个疑惑，然后老师就是丢一句。金角银边草肚皮，然后呢，我又在想，可是为什么吴清源就是下那个三三新天元呢？好，所以有时候一些事情确实也没有他真正的答案。好，像这个地方啊，我们传统就是说，你一开始就去围一个小角是不太好的。好，但是我觉得围棋它的自由度很宽广，绝对不会因为
这样子你这盘棋就输了，好，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以前有个棋手叫做桥本昌二，桥本昌二呢，你没听过他也很正常啊。好，他有名的，他为什么他有名呢？因为他曾经第二手棋，就是他拿白棋，所以黑棋下一手，桥本昌二下第二手白棋，他第二手白棋想多久呢？他想了2小时又15分钟。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你今天在对局的时候，我们来看啊，你跟你的好朋友对局，然后呢，你下一手黑棋，然后呢，啊，下一手你的好朋友开始想，你开始想说，奇怪，他到底在想什么？然后过五分钟之后，你看他一下，跟他说，欸，不好意思，该你了。然后他很认真跟你说，我知道啊，我在想啊。好，我觉得这个是最痛苦的，因为白棋可能可以想很多，可是你是黑棋，你要想什么？你就。人家都没有下出子来，你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想，好，所以桥本昌二最有名的就是他第二手棋想了2小时又15分钟，目前呢没有人破他的记录，他的对手很可怜，就跪在他面前2小时又15分钟。好，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来，我们继续看刚才摆到的对局。啊，我想到啦，因为对于职业高手来说，确实他这个第二手棋就有可能是败招，好，非常夸张。好，来再来，白棋选择这个卦，然后拆回。那黑棋这时候一定要进角了，好，不然这个地这个线是全局算是最大的地方。好，如果被白棋吓到的话，这个配合非常好，这左右的配合都很好。黑棋下进来。白棋选择继续啊，走这个武功大模样。以下呢，双方形成一个基本定式。打一下。好，如果白棋争子有利，这里是退，然后黑棋吃回，白棋把这一子争掉。现在争子不利，白棋退回来也没关系，因为这里是白棋的配合，所以这样下白棋是很 OK 的，是定式的一行。实战白棋手这个接住，这是很强硬的，这个也有这个下法。这个定式呢，嗯，我先想一想，我要不要现在直接把这个定式讲清楚？我们还是先看实战好了，好吧？我们定式留到以后有这个特别有跟定式有关的，我们再来讲。好，这个。基本上啊，他就是因为白棋争子不利，所以他希望，他争子不利嘛，所以他不希望跟这个地方的争子扯上什么关系，所以呢，他这样走完之后，他把这个子拉出来，好，那大家看一下这个棋形，就等于这本来在这边，反正白棋觉得我本来就是要拉出来的，好，那我这个棋子，既然我都没有办法争吃你，我这个棋子摆在这里。也没真吃到，我不如接住，这样对你脚上的压力大一点啊。这个是，就是接这手棋的最主要的想法。好，那接下来呢，黑棋这块棋，由于白棋这个地方啊是接住，好，这个等于这样子是对黑棋没有什么威胁，这样对黑棋是很有威胁。这以后再一夹啊，黑棋这个局部就不行了，所以黑棋要先顾好这个脚上。那。很长的一个下法是走这个拖，啊，这是希望高效率的在脚上围控。你看这个拖是不是很像那个叫什么啊？小木，然后人家一肩高挂，你下拖，啊，可以把这脚上的地全部都围到。如果白棋就真的这么忍耐啊，让你在这边活，那其实黑棋其实还是活得蛮爽的，啊，因为这子目前还没有死，这边又有个断，所以呢。白棋这里是必须要反击的，这拖完之后呢，白棋反击的下法是把你直接顶断，这下得非常的凶狠。顶断完之后，问题就丢到黑棋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下一手啊，这个一扳，你这两个子就要死。好，我这个扳跟这个挡就有点成为剑合的感觉，所以黑棋这里就必须要非常小心。如果一没有下好，就崩溃了。那我想要请大家想一下，这边黑棋，应该要怎么走？这虽然不是我现在的问题，但是我可以请大家想一下，因为很明显，你从你这个地方不走就要死了，
好，但你走这边，你这里可能也要被挡下来，也要死了。那怎么办呢？好，要怎么办？好，想完之后按完暂停呢，我们就要来公布。好，黑棋当然这两个棋子是不能死的。好，但是在救这个之前呢，他必须要在那边先压一下。现在如果白棋去吃这两个，黑棋去吃这两个呢，那白棋是不便宜的，因为本来是白棋在攻黑棋，如果最后呢双方死两个子之后呢，黑棋只是单纯的死了目数，可是呢白棋这两个子死啊，等于黑棋这两块棋都连起来了，所以白棋这边必须要继续走。为什么这边要压一下？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接下来呢再把这走回来。那白棋挡下，眼看这个黑棋就不行了啊！为什么眼看黑棋就不行呢？因为这一二三呐，你现在是不可能吃掉白棋的。好，你走这个呢，我哪怕我就走这个，我就出来了啊。那怎么办呢？想完之后，我要再次公布答案。好，当初为了要多尝到这一下，就是能够。板这个板，现在白棋没有办法知道从这边压出，然后黑棋在板，今天这个段不行就死掉了，就白棋只能走这个。接下来呢，黑棋非常强硬的是肥，好，那白棋呢这个段看一下，由于台湾的飙车族越来越可怕了，大家还是要小心。大家知道长荣大学吗？在台南长荣大学的校门口呢，有一个牌子，好，有牌子上面有数字，这个数字每一个月都会变，有的时候是个位数，有的时候是十位数。大家知道那个数字是干嘛的吗？就是长荣大学这一个月，以月为单位，这一个月因为骑摩托车被撞死的学生有几个，好，所以这个想起来很可怕啊，因为像如果在加拿大或其他地方，应该一个学校被撞死的学生人数是以年为单位，一年一个两个就已经很不得了。好，在我们台湾竟然有些地方是以月为单位。好，所以像听到刚才外面那个轰隆好像看起来很快，有没有？其实我跟大家讲，它也没有很快啊，它就是把那个消音器拔掉，好，消音器拔掉听起来声音就很大。然后也很吵，然后呢，就不有一不小心自己就会被撞死。好，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这里看。来，现在呢，由于刚才多压到这一手啊，你看如果没有压到这一手棋，好，白棋这个是双叫吃，压到这一手棋，黑棋这时候可以从这个地方叫吃。好，来，请问你到目前为止，双方谁有下错？下错的一个惩罚的方式又是什么？好。好，公布答案喽。这个题目呢，我问小朋友啊，然后大家都是说现在轮到黑棋应该是走这个，然后呢把这个救回来。这确实已经有一点棋力了，就是说他看到这个是先手，然后这个就可以拉回来。可是呢，这个他大家应该看得出来，现在白棋剩两棋，然后黑棋剩两棋，可是轮到白棋，所以一定是白棋把黑棋吃掉，然后黑棋在外面得到一排后势。确实看到这样子已经不错了，借由棋子得到一些后势，但是这不是最正确的答案。最正确的答案呢，也就是惩罚前面白棋下错的是什么呢？大家可能会吓一跳，送死。大家注意哦。像这种送死，跟刚才的二路送死，还有我们之前节目的边上送死，或是大头鬼的脚上送死，它都在围棋中是很重要的。当然啦，我知道这个要看出这手棋确实是很难，因为很明显我这个地方一叫吃，你就死成这个样子，连刚才的后势都没有了，所以这真的只能够靠计算。送完一手棋之后呢，你对棋形很敏感的话，你从这里双叫吃，你强迫白棋一定要回去吃，然后怎么样？大家应该看得出来，然后再从这边贴住，这样子白棋现在为了要冲出去啊，因为白棋这都气都很紧，为了要冲出去，白棋只好走这个熟手。走这个鼠手冲，眼看白棋又要冲出去了，只要冲出去，黑棋周围全部都破破烂烂了。可这个最关键的一手就是从这边再恰吃，
这个情形有没有跟看完声音集第四集当初有一个在这个大概在这个位置啊，有一个弃子，然后呢一直送子进去给人家吃，然后最后在这个边上人家全死，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其实这个情形长得一模一样啊，情形长得一模一样，所以我每次录看完声音集都是实战中，但是这些下法呢，其实在实战中都出现，然后它都是同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为什么要一直反复的去讲，就是它真的很重要啊。从你看各种定式都会有，而且你这只要学起来呢，你就是一法通万法通啊。所以这个情形大家一定要知道，至少现在刚才你这个打出来之后，这个情形要会，一开始可能看不出来要去送死啊。那接下来应该不用我摆了吧？再摆下去其实就应该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这个一铺就不行了啊。所以这个定式啊，就知道白棋呢当初看起来很强硬的这个叫吃完，然后这个立下看起来好像黑棋撑不住，其实由于黑棋有这手棋好棋，所以最后不行的是白棋。所以当初呢白棋这个下法是有问题，太强硬的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里呢硬是要拉出这个啊，也是结果论来看是很失败的啊。真的走到这边没办法呢，就只好交换了，这两子就给黑棋吃掉了，这个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好，那我们再交一盘好了。好，既然时间还 OK。因为这个棋谱啊，其实我是觉得可能对大家来说是有一点点简单哦，但是这种事情就是这样子，没有真的做会，其实大家也不知道真的会还是假的会，所以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吧。哦，对了，还有呢，非常感谢大家的爱戴啊，有很多人留言说想要跟我学棋啊，想要跟我学习，你现在不是就在学了吗？我就是希望我能够，制造出很多围棋教学的资源，让所有想学棋的人都可以学。好，那目前因为我的职业也不只是教围棋而已，我也有其他的职业在做。那可能你目前也没有办法一对一，然后单独教围棋，所以呢。我是希望我就是，很勤奋的啊，把时间录制围棋的教学，然后摆在网络上面，让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啊，台湾其实也很大，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围棋的影片。或甚至像我记得有一个文莱的棋友，其实我地理不是很好，所以我不太清楚文莱在哪里，但是他说那里没有什么学围棋的资源啊，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像我这次去欧洲啊，顺便感谢一下，这次去欧洲呢，住在一个棋友的家里，那打扰他时间很久啊，啊，一直没有表现出感谢的机会，那我现在也讲一下啊，真的非常感谢。那我这次去欧洲呢，也发现欧洲能学围棋的地方其实真的也不多，不像台湾啊，或者是中国啊，或韩国或日本啊，这个到处开的都是儿童棋院，所以呢，我觉得把这个资源公开透明跟大家分享啊，是我的心愿。那也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想学围棋的人。好，那我们先赶快来看这个。第三手小木，第四手星位。然后接下来无忧角，其实我选的棋局啊，大家都觉得确实都是有一点平稳，因为我不希望制造一个感觉是说在布局阶段就有一方是落后了，然后这样子后面的下法，因为围棋会因为你前面是落后还是领先而产生不同，那我觉得这样子至少在我们训练棋力方面呢，去考虑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好，所以。前面我都选择布局平平稳稳、堂堂正正。接下来呢，轮到白棋，白棋全局最大下在哪里呢？好，
看，这非常有想法的一手棋、啊、不想要挂进来被人家攻击，那也不想要这个走得太平稳，这个又觉得没有限制到黑棋的发展、啊、所以走在这的用意就很明确啦、啊、就是如果说这也是实战、啊、你这个试着攻击我的话，我猜一个二，那你也猜一个二，那这样我们的棋形是一样的。那对于白棋的一方来说、啊、他只要棋形一样，效率一样，他其实就可以接受了。好，所以这是白棋的一个想法。那我们来看一下实战，实战呢，黑棋是先选择挂这边，好，其实这是一样的结果，但是黑棋觉得从这里挂可能会有一些变数，好，所以他先挂在这，那白棋试图还原。这个顺序我觉得比较好，因为当黑棋已经很强要攻击你的时候，你再来防守，这个手顺应该是比较有逻辑性的。好，那接下来黑棋这个角也需要处理，黑棋这个角要处理，实战呢黑棋选择脱弦，这就是等一下问题所在。那白棋靠搬退长，这边呢黑棋就开始留有一些弱点，那但是因为反正棋就是这样的下也是可以的啦，好，我不想要讲的太绝对。白棋这个下完之后也没有立刻去找黑棋的麻烦，因为现在很重要的一手是这个，大家永远要牢记哦，这个角上不是白棋的空，好，这角上如果不是白棋的空的话呢，黑棋的这个 B 或者是这个或甚至这个其实都很严厉，这些每个地方全部都是弱点，所以白棋呢找一个机会啊，把自己这个地方围起来，其实它是很大的，然后它的大除了围控之外呢，它也是照顾好这三个棋子，那这样子当初白棋这个走后之后啊，这两边都厚了，黑棋这个就变相对就变得薄。黑棋相对变得薄，可是黑棋如果补棋的话，这手棋没有效率，它是单关。但是不补棋，这边又欠着，所以白棋借由走后左右两边来告诉黑棋说：“你这块棋，要怎么办？你愿意委屈，我就开心了；但你不愿意委屈，你又拿个定时炸弹。”所以这是这手棋它背后的含义。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赶快看到。有关键处，黑棋现在那边掉一下，好，这个也是很聪明的，好，他选择是走这个，这个比较稳妥，好，先掉一下的话会形成一个急战，那我们来实战看一下，走完之后，现在白棋这四个棋子变成被攻了，好，那白棋没有什么好怕的、哦，因为刚才已经说了。白棋抢到这两个是全局最大的地方啊，黑棋这两个只是在天上，这个如果在天上没有杀到白棋的话，它其实就只是单关，所以白棋现在只要处理就好了。那白棋处理当然很简单啦，好比说什么尖一尖在下面绝对是可以活的，但是实战呢，可以白棋走出一个巧妙的手筋，也就是这个单段。那我觉得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单段啊，所以黑棋呢误判了这两手棋的价值，黑棋觉得这两手棋很有价值，然后既走后自己又攻击你，但其实这个段啊，如果没有这两手棋，白棋这个段就只是自己做活，可是有了这两手棋，白棋这个段如果黑棋让白棋活的话，那黑棋就走了两手很没有效率的棋，所以这是围棋一个很巧妙的手顺。我知道这边有棋，但是我一直都不走，等到你来威胁我的时候我再走，那我的价值就变大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实战，好，黑棋这个立下感觉也是必然的一手，不然就要被吃掉了，对不对？那白棋切，那问题就在，请问你现在呢轮到黑棋下，那黑棋要这个怎么样子处理，好，怎么样子处理。我先讲一下实战。实战呢，黑棋下得很不好，黑棋就守这个扳，守这个扳，白棋就简单退，这完全没有棋，这完全没有棋。
看起来碰这个好像是手筋啊，可是这没用。好，白棋就景气就好。那现在黑棋要杀白棋，黑棋如果你现在走这个就死了嘛，叫吃就死掉了，所以你只能够先接住。但是呢，还是一样没有用，白棋还是从那边叫吃，黑棋就死掉了。所以呢，看起来好像白棋这个段确实是很厉害的。好，其实我刚才你不小心说溜嘴，我说黑棋这手棋是坏棋，那我先也告诉你答案了，黑棋不成立。那请问黑棋要怎么下呢？啊，黑棋这边要怎么下呢？想一想，这边有一只。好，如果你已经想出答案了，恭喜你，这应该是你入段前一定要会的，就这个夹。这个夹以下的变化呢，其实不难，你只要看出这个手劲就好了。白棋冲下来，你就从这里渡就可以了。好，那白棋接下来没有什么其他的好手，好比说现在白棋来景气，那应该这就死掉了，不行。所以白棋呢，大概呢，可以再从这边叫吃一下，试着搞混乱，那这都没有用的啦。这其实就都没有藏到气，没有藏到气，这都是没有用的，这样就死了。所以呢，黑棋要抓住白棋的这个，看起来啊好像很厉害，但是其实呢这个一点就不行了。那白棋现在没有办法，白棋最正确的下法就是把这只气掉，然后自己在那边做活。这样子呢，其实还可以继续下下去。好，那这边呢，以后也还有一些利用。但是由于黑棋直接下出啊，那白棋就太爽了，黑棋实战走这个班啊，那这样白棋就活了。好，所以你要攻击别人之前啊，这两手攻击，你要确定你的攻击能力足够。如果你的攻击能力不足够啊，对于这种手筋死活细算，你下不出来的话，这都叫做花架子，好，都叫花架子。像这次阿法狗跟李世石下，那个很多人都说李世石下好像有点软，怎么都不走效率高的。其实呢，李世石他事后就有说啊，李世石他自己跟阿法狗下，他最明确知道阿法狗的实力。李世石知道阿法狗很强，就李世石知道他有很多过分的招法，这是不成立的。好，就他自己算得到的，他绝对不敢走。那他跟其他棋手下，因为其他棋手可能中盘能力会比他差，好，所以他下一些问应手啊，或者是困惑的棋呢，对手应不出正解。好，可是他对阿法狗发现这一招没有用啊，所以他就只好这个老老实实、平平凡凡的来下。好，所以很多责怪李世石的棋手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有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李世石强，所以呢，他也就看不出李世石看得到的东西。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下一盘棋。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个算是你进段之前一定要会的小手筋。好，那这个小手筋，我也来摆一下。好，哎，当你看到哪里有小手筋的时候，你就自己大声说：“我知道小手筋在哪了，好不好？”因为我也没有办法，这个看到你在电脑前面的表情啊，所以我只能够跟你说，这边等一下会有一个小手筋，那试着想想看，这手棋很特殊哦，以前周巨星很喜欢下哦，这是他特别强调这个地方啊，我记得围棋 TV 好像有对这个布局有个详细的讲解，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因为我们今天，等一下，小手筋虽然是发生在这边呢，但是这不是这个布局，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好，所以白棋手无忧脚，这个也都非常大。好，黑棋这个也是
当这个棋两个在高位的时候啊，这个边的价值就变得很大了。挂跳，双方在这里走了一个基本定式。黑棋一般般，白棋一般般，双方一般般，简称一般般定式。接下来双方开始互相扩张自己的模样。黑棋率先打入，好，这一下双方都下得堂堂正正。白棋这手棋有一点缓，因为原则上白棋这块棋应该是不会被攻的，但是白棋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所以下完之后黑棋这边也就跟着应手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盘棋的这个最关键的地方。好，实战呢，白棋在这个地方动出，在这个地方动出呢，当然有很多下法，这个碰啊，这个甚至都有棋，但是呢，其实最直接的，最直接的下法呢，就是直接这个关在黑棋的一间跳的棋形上。因为如果黑棋就这样接的话，这个白棋活是活可以活很大一块，但是你必须要提防的就是黑棋在周围有人的情况下，它有可能不会接，它不会接，它会走哪里呢？最强硬的下法，它其实会走这，走这之后呢，这个三三始终是局部做活的要点，所以这个三三很大，但是黑棋接下来很狠的一手棋啊，是它可以继续立在这。这个局部我先跟大家说啊，白棋其实是没办法活的，就是单看局部啦，但是这个棋啊，黑棋这样子走呢，留有很多的弱点，不一定便宜。好，我举个例子来说，假设白棋这时候就来清消，好，这其实走几手棋之后，大家发现这个白棋这个动作就变得非常的严厉了。那白棋动作如果变得非常严厉，黑棋就要补一手棋。黑棋如果补一手棋，虽然是把白棋吃掉了，可是等于局部，你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黑棋是一二三四五，白棋是两颗，所以等于这个局部黑棋是花三手棋。你花三手棋去围一个角啊，这绝对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是相当于这样嘛，对，你这个无忧角，然后呢，你上面在自己在待病的一手棋，好，那这个一定是效率绝对是不高，虽然说白棋送进来是损，但是这个损就只是损一些蝇头小利，好，你自损一手棋啊，自停一手棋，这个损失还是比较大的，好，所以我是推荐这个下法其实还不错，就把黑棋的这个潜力压缩啊，都是一些很没有效率的方法去围控，其实白棋就可以接受了。那实战呢，白棋的下棋嘛，往往就是这样子，如果你不让我活，我就硬是要活，你不让我这个打电动，我就硬是要打电动，你不让我读书，我就硬是要读书，你不让我考台大医科，我就硬是要考台大医科，你不让我当市长，我就是要当市长，对不对？好，所以这地方冲一下，挡，然后断。好，在这之前呢，就比较好的是还是要先板一下，我们就先来看一个板一下好了，板一下，然后这地方再断掉，景气。白棋挡，这手挡呢，就出大问题了，出大问题了。我们现在看他挡的用意是什么？他挡的用意就是呢，这等一下我这个地方一叫吃一贴，你这三个棋子就死了。那有一个棋谚叫做两板藏一气，所以这三个白棋虽然是两气啊，可是两边都板到，所以其实白棋是三气。那白棋是三气。那黑棋只有两气，所以这个黑棋就感觉就是简单不行。那实战呢，黑棋没有走对哦。我想请大家先想一下，好，我先不要公布答案。这有看过的棋手应该一看就知道这个要点在哪里。但
但是如果没有看过，确实要想出来有点难。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哦。现在呢，很明显的，黑棋要赶快把白棋杀掉啊、哦。如果说你自己在那边补的话，那白棋简单补一下，你这个地方有弱点，白棋这个地方就要活棋了，所以你要杀白棋。要杀白棋，不外乎就是在这几个选点嘛，好、哦，就这个一二三四五六这六个选点。那很容易看到的是这个点啊、哦，这个点看起来好像像好棋、哦、因为白棋的时候断这个已经不成立了、哦、你断完立下这个，我简单一叫吃你就挂了、哦、所以这个点白棋必须要处理，但是白棋就接黑棋下一手打，白棋这时候不会呆呆去接了，你这个叫吃并没有请到白棋这五个子气，白棋还是三气，所以白棋就照刚才的手段，叫吃你贴下来就死了。好，这个、看起来很精妙，但是很可惜的不是。那到底正确答案在哪呢？大家有听过正解就在那个熟手的旁边，好，或正解就在二手的旁边。刚才说这个既然是不对的，好，那这些都不可能对，这都是被人家吃。所以这个既然不可能对，其实正解就在这，点在这边，点在这边为什么是这个关键呢？首先白棋局部这个地方啊是不能脱先的，因为同样你脱先，你叫吃贴下来，好，我这个从这边一叫吃你就死了，你还看得出来吧？等一下你只要不走，我从这个地方一叫吃你就死了。黑白这里必须要硬，那说老师我就继续一样跟刚才一样接住就好了、啊。而现在问题就来了，我现在从这里叫吃的时候，刚才是叫吃这个子你可以不理我，现在我是叫吃这五个子你不能不理我，所以你只好接，这样子呢？景气就好，白棋只有两气，好，这样白棋就简单不行。以下应该是不需要再继续摆了。如果看不出来了，就自己再研究一下。我现在要讲的是第二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白棋比较厉害的下法是，你点的这一瞬间，我先叫吃，好，然后呢，叫吃完之后，我接在这，好，就是说。我知道这一子不重要，好，我只要把这几个子接下来就好。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好，接在这里之后呢，黑棋这头一定要先回来把这一子给吃掉。好，吃掉这个局部呢，白棋还是不行。好，我们来简单摆一下。好，首先你这个地方如果不理我啊，我就下一手一吃你就死掉了嘛，那你就死掉，这里面就全死，所以你这里一定要继续硬。那你要继续硬，这挡下是很看起来很爽的一手棋，把你吃到肚子里面了，但是没有用，请气，再请气，这样子就挂掉了。那这边要特别注意，如果白棋还继续吃的话，你这个不要。就直接傻乎乎的扑进去跟他打这个棋啊，你就补好外面就好，让白棋里面自己做不活的啊。这个白棋一命呜呼。白棋如果试着断的话呢，你这时候其实可以藏这里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下法。后面的呢就不用再摆下去了。好，所以呢这个是局部的一个好手筋。那希望呢大家也可以从这个一间跳之后啊，白棋去。点黑棋的弱点，如果黑棋呢，这个接上是最稳妥的。那在周围有黑子的情况下，黑棋也可以选择强力的挡下。那以下呢，如果白棋硬来的话，其实是不行的，所以白棋要试着在外面找借用。好，那我们今天的看完声音集呢，就讲到这边，希望对大家会有帮助。我们下期再会。